诶，油钱拢爱家己算。迄阵啊，阿扁咧选，国会咧查，要求空军一号，阿扁坐空军一号咧处理代志，阿甲顺续去做选。伊讲，你即个油钱，就爱阿扁家己来出。啊，这就是什么情形？这就是一个制度，叫做会计制度来的。所以，那大家有机会啊，咱民政府执政的时候，咱来建立这个原则起来。哦，啊，你八六礼拜家庭的活动啊，歹势。咱驶家己的车，家己加油。那安尼，咱的政务官，大家拢会足清廉的。这若做会到，其他哪会做袂到？搁一个规定，贪污要安怎处理？大家拢了解，吼、哦，咱也敢来先导咧，咱来拢有机会参加啊，咱政府的推展，所以若有贪污枪毙，啊，那是犯法变刑，哦，啊，这大家可能我慢慢啊会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咱一定爱做较好。人民的感动啦，啊，真正爱做甲好，人民的感动，啊无，哪会爱咱大家遐辛苦，家己出钱来吃，我会使甲大家讲，开个人学校爱收钱无？唔免，李登辉学校。爱收钱无？唔免。咱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爱收钱无？唔免。哪会咱爱收钱？咱大家有这个意志啊，要来完成，这就是讲使用者付费这个观念拢爱建立。我有享受到什么好处？我爱家己付费，所以咱必须对我来讲，照期来排哦，照期来哦。第一期的排大声，哈、啊，第二期的啊，再过豆豆排哦。大家拄啊一百年啊，拄啊。迄、那个纪念一百年，咱讲百年年老啦，百年年老是啥物？啊，都结束起来，啊，咱拄啊可能还是拄啊好，拄啊好，要来接正款的吼。哎、哦欸，好，安尼，咱即马过来讲这个，这拢是继续经营的家属。我有写一本生产管理，我迄阵啊在想讲，咱要经营企业，有个人会来甲我问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要做啥物好？因为我伫国外，我甲问讲，你伫台湾咧做啥物？你若伫台湾咧做这项行业，你来国外做这项行业？成功的比例差不多80%。你若在台湾无咧经营这个事业，啊，你要去国外要去经营这个事业，会成功的机会不是无，差不多40%。啊，我咧想，
我看咱大家也有这个想法，你哪会要做这个行业？大家思考讲，我来经营这个行业。大家想讲，这个行业我最有把握的，我做了一定的嘛，赚钱的嘛。那一定赚钱，唔则要来做。要来做是啥物？这就是这个是算永续经营嘛，吼、哦，这个要做啥？继续经营落去嘛，唔是讲，我设公司啊，是要来卖发票的啊。大家听有无？唔知听有无？迄有的是安尼哦，公司啊，半年就换一间，半年就换一间，迄个甲国税局咧招收约啊，掠人头啊，啊咧卖啥发票？哦，你要买发票啊？一本十万、二十万，安尼咧卖啊。所以讲，这甲咱设公司的目的都无同款。大家要开公司，一定讲我这一定要做落去，我做落一定赚钱的。实际上拢是正确的啊，这个吼、哦。咱国讲来讲汇表单位的，咱起码要计较，拢是爱为钱嘛，为钱嘛。吼、哦，咱现在较早。我做囡仔时，讲四万换一箍，咱老辈会做动心，唔知会记哩无？我政府发的钱，讲四万啊，才换一箍新台票啦，新台票。四万换一块，咱以前根本就是好野人，我一暝了后变成安怎？变成平民嘛？有剩的钱拢怎么样？拢变废纸，有讲去得搭饼纸。四万换一块，咱也有机会执政，咱要来换。推行正代票正代票咱来甲美金同款，吼、哦，咱这讲咱吼、哦，这就是讲汇别吼、哦、单位来衡量吼、哦，要来做计较的单位啦吼、哦，咱过来。咱麻烦的，好币值哦，无变的加息。咱那有读经济学的人，拢会了解，一月初一的一块银，甲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块银，安尼拄啊经过。十二个月，咱所买的物件有上涨无？无一定会上涨啦。哦，咱啊一月初去买，假设买一粒柑仔，惊讲一箍。咱啊十二月三十一日要来买一粒柑仔，可能就一箍。一角一块五仙三仙咱计较拢是无变的，一块就一块。甲经济学咧讲的讲，咱这个汇票会贬值吼、因为有贬值就有利息的产生。有个人讲，我一万，我来寄伫银行，
一月初甲寄落，我拢无爱领，甲讲安尼，我甲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啊，我来银行领含利息啊，啥领领的，啊，都啊，那一万可能是一万啊，一百五十块，啊，这个一百五十块啊，都是利息啦，利息是安尼产生的啦。安尼，那经济学的讲法，啊，就是我头拄仔所讲的，讲因为买橄榄时，那一月初啊一块就够，啊，但是那十二月三日爱来买的话，可能就爱用咧。当然，我用橄榄伊即有计件吼，较无适合啦。但是我所举的例子，这个例啊，给大家做参考，安尼就啊，给大家了解一下安尼吼。啊，过来。要讲到重要性加稳健性，啊，重要性加稳健性啊，这咱啊啊，爱大家爱了解，就是讲是安那叫做讲重要性加稳健性啊。这个政策咱必须爱做，咱政府来讲，这是推这个政策。一定要做，啊，这就重要性。啊，重要性讲，啊，咱今咱啊，今年的税收啊，无够啊，无遐济钱啊。啊，你要计划重大的建设，安尼要安怎做？这就是讲，爱看伊的重要性。啊，若要做会使哩，设基金，咱我较爱讲西螺大桥，唔知。叫做中沙大桥，迄拢是啥物？迄就是咱要起这个大桥啊，咱无这个迄、那个税入，无遐济啦。啊，咱会使设啥基金的方式，我来用加沙乌地贷款，啊，钱借入来，啊，就甲推行，啊，来进行来做，啊，这咱。但这就是讲重要性，吼、哦！啊，那这个叫做这个稳健性啊，咱的绩效未使做财务啊，未使碰风啦。哦，所谓碰风，这就是讲，哦，我这个官员讲，我每年税收有。达到吼，达到几亿，这拢爱预测啊，税收啊，你这个政府会计拢爱税收啊，甲再来分配讲咱的政策啊，这个有诶碰风讲，每年啊，那个咱马总统来讲碰风讲，十年啊，黄金十年啊，我们。啊，税收啊，伊无讲税收，讲大家啊收得会使达到啊美金啊，偌济大家讲哦，咱最少哇，偌济拢会拢会碰好。啊，咱实际上那做预测的做啊会计啊，甲这个财务的这啦，拢爱考虑到这个稳健性。吼、哦，拢爱考虑到这个，但差不多有诶讲，一般会做迄个预测里面，乐观的预测，悲观的预测，吼、哦、啊个可能的达到的目的，啊咱做一个分析，啊咱要来定啊咱啊，这就是讲啊稳健性啊爱知影。啊，过来，这个足重要嘞，这个足重要，成本甲效益的考量啊，这足重要。这，咱会使讲，马政府啊，马英九哦，马英九定咧讲啥？讲观感啊，哦啊，观感不好。啊！伊梦想家
两亿三千万，他的预算说两亿一千五百万，开到尾啊，讲两枚讲两亿三千万，两枚啊，演出啊，这叫做什么？伊有考虑到，伊咧比啥？比讲百老汇啊，一出剧啦，偌济钱啦，偌济钱啦，吼！伊咧比这讲啊，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无？效益的问题也无。人迄百老汇讲一个半是半半年半一年呢。哎，伊是卖票呢。人有诶效益收偌济钱转来，拢超过有诶几十倍、几百倍。啊，这个梦想家是观感很好啊。哦，这啊，过来讲行业诶特性啊。行业的特性啊，你经营倒一个行业，哦，啊你来家己，佮最近吼、哦、差较足热的，叫做宜昌，哦，升级，咱这就是啥？这个行业的特性伊是啥？咱国家要推出来一个好的行业，未来的。有赚钱的，咱伫世界上有这个生机产业，提高咱国民的啊，迄、那个国家的竞争力，这是足好的啊！当然，国家一定爱投资嘛。啊，国家投资，因为特别情形，所以有特别的规定嘛。咱也了解啦。咱迄个叫做啊，一般咱迄个电脑啊，电脑产业，较早也是国家培养出来啊，投资足济啊，拢无代志。哦啊，即卖就是讲啊，这个叫做啊，宜昌啊，这真正。台湾人民拢看袂落去，用什么？大家真清楚嘛吼？用什么？变造的方式，伪造的方式，迄真正讲用不择手段的方式讲啊！你看，这里是三月三十一日哦啊，蔡英文。都参加伫内底啊，硬拗的啦，要啥？要甲起诉？咱很清楚要起诉蔡英文，讲你甲阿扁也同款，实在甲阿扁也敢有啥物罪？拢是用硬拗的方式，啊，咱啊，台湾人民。这是他们的事情，因为蔡英文他要去选流亡流亡政府的啊，流亡政府的总统，那是他们家的事情。我们再说一个例，西藏流亡去印度，印度的人有在跟西藏啊造出来遐个流亡的人去选西藏政府也无，绝对无嘛。啊，讲咱本土台湾人，都爱来介选流亡政府，安尼哪会对？如果拢互因去选，本土台湾人拢无爱选，拢互因去选。世界上绝对无承认你这个政府，恁那是流亡政府，甲西藏
流亡流亡伫印度共款，那是西藏遐个走出来遐个人去选。啊，中华民国就是因要选，就是中华民国啊，蒋介石就带来遐个人的遐个人民啊，因带来遐个富民。恁遐家己去选，迄恁选恁的，这唔才是正确。所以，咱依照华理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这叫做真理。啊啊，咱过来啊，这两个吼，大家啊够甲杂啊，现今。修复的基础啊，甲这个做啊宽节这个基础啊，啊，那大家爱了解一下吼。啊，我用上简单的甲大家讲，现今修复啦，诶，病院啦，咱迄装卡吼，细间病院啊，拢用现金修复啦。啊，你来看病，啊，都500块，啊，你付500块，你就走啊。啊，伊咧计算啦，讲啊，我都收到500块，吼、哦，这叫用现金啦，无咧计算的啦。啊，人来送药啊，哦，药啊送来讲，安尼偌济，哦，伊讲啊3000块，啊，会计都啊点3000块加付咧，安尼，这叫做现金，安尼唔知大家清楚无？吼、哦，啊，佮宽节发生，现在较早诶。政府会计大部分拢是采用现金的制度，伊就编预算嘛，啊，都国库爱拨来安尼付啊，啊，慢慢啊，那是爱改造这个宽节的发行基础。啊，摆啊，那家讲政府机关的会计，甲私人啊拢同款啦，干那啥无同款，科目。迄、那个会计科目科目无啥共款，因为伊有诶各行业诶科目无共款尔。啊，啥物叫做宽节？简单诶讲讲，伫今年发生诶，今年爱付款诶，虽然无付，那是爱做今年诶付款诶。好、哦，啊。今年唔是今年收的，惊讲啊，咱就这个财产啊来租人，租的租金提三年。你袂使这三年的租金，你甲今年收的，你啊算今年的收入，安尼就唔对。你今年啊才收一年尔，你若收三年，哎，一年收100万的话，你即摆收300万，这300万未使算今年的收入吧？啊，明年你都无收入吧？所以讲，干那爱算啊，今年收100，明年收100，后年收100，这叫做啊，宽节发生的基础啦。吼、哦，爱分三年啦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咱的。会计一般的原则，吼、哦，过来会计政策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吼、哦，我可能这就是大家我咧讲的，迄、那个中沙大桥，啊是这个叫做啊西丽啊西丽大桥，这个方式同款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。是安怎啊？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啊，因为啊，这个会计制度啦是一个理想甲标准啦，创一个理想标准伫遮啊，内部控制啦，就是一个监督啦啊，这个内部控制就是要互人来杜绝吼，唔爱发生这个叫做啥，迄个啊舞弊。吼、哦，舞弊，吼、哦，袂使发生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啊
这财务报道的啊，这个目标啊，甲这个侵占财产甲现金，这叫做啊，我大家啊，用提我的 PowerPoint 转去啊，拢啊会使登录买紧吼啊。过来要讲啊，633事件哦，美国来的同心拢足清楚的。啊，我简单的介绍吼，这就是咱啊，流亡政府啊，足袂见效的。一个国家的契约，请一个菲律宾人啊，咱会有做外交部甲驻外单位，拢咧诈骗，拢咧诈骗。吼，啊，毋则去互啊，迄、那个。FBI 用手铐甲铐去，水抓去。伊讲伊要选啊，要走啊，知影这个消息尔，去啊去办公厅去变数尔，变数出来去用铐去啊。啊，这大家拢知吼、哦。啊，你看了解吼、哦，是这个啦，这个咱是高等啊事务官哦，吼、哦。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，伊要派出来，拢爱经过含总统召见、翕相了后才派出去的哦。啊，做犯人去用抓去啊！啊，这拢是啥？严重违法，吼、哦！啊，出庭的时，吼、哦，这个要做扣押，要听证会，伊讲。我拢承认啦，钱要赔赔啦，看卖这个消息啊，免开庭啦，拢安尼看紧看结束无？你看这个犯人衫、手铐、甲脚铐啊，脚铐，看偌严重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啥？咱要讲的，伊讲恁诶，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，啊，咱。咱秘书长已经去判决了，就是这个情形啊，所以伊哪有这个主国家的主权？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无遵守会计制度，哦，咱拢违背咱遮的法律，搁违背美国的法律。啊，这个。这就是林百里的秘书吼、哦，啊，借他8000万，这那是制度创了无好啊！一个秘书代替签名都会使提钱，这都会计制度做了无好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情形，啊就是安尼吼，足、哦、信任的，所以制度的建立足重要嘞。那咱教务长郭牧师，伊讲安怎？中国的制度派来台湾的啊，就是3年关2年安怎？落地啊，地甲满满满。啊，这就是，因为这个秘书8年拢无换，拢无换，所以讲制度的建立足重要。好、哦，啊，无换就出代志啊！啊，这是安怎？这大家唔知知影无？可能这条消息有诶较无了解。这但是台塑诶员工，伊会使超计少，超超咧，啊，甲稻坑啊，摕回扣，啊回扣。是安那查出来？我咧讲吼，台塑的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，我做了无好，咱会使安尼讲。啊，佫因为翁阿母伫同一个单位，这是我违背迄个原则的，咱内部控制原则。吼、哦，这大家，这是啥？去查出来啊！去这个调查局讲，资金啊，
来往啊有异常啊，才来调查。哦，啊，可能这个问题哈，啊，咱这样话有时间的关系哈，啊，我可能就啊报告讲到这哈，啊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哈，会使啊，我拢咱也有开班，我拢会来哈，啊，啊是我有咩啊哈，啊。都可以探讨吼，啊，今日啊超过几分钟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啊，感谢，好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，休息十分钟。